宝宝们，今天给你们推荐一款爆款的奶黄流心薯啊，这个流心薯适合小朋友老人都可以吃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啊。然后里面都是用那种海鸭咸蛋黄那个奶黄做的啊，看个个都是那种爆浆的。这个，哎呀，这奶黄味太香了，哦，直接就爆浆啊！好吃。